咚咚拉扎斯，咚咚咚拉高明，咚咚咚拉扎斯，咚咚咚咚咚咚咚 ，Yeah！ 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伯克，应该不是朋友，对不起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伯克，今天要介绍的是Z界战队的新英雄爆太阳战队。对，这个已经太久没拍了，对不起啊，一直都在忙事情，都没有时间拍片，跟各位说声对不起。对，这个是最后新出来的英雄。欸，对啊，爆太阳战队都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我应该不用多说了。好啦，今天要就是要看一下他这个载具摩托车啊，很酷，那也是新英雄的战队。欸，新英雄这个叫爆太红，叫桃太郎，对，桃太郎，没错，桃太郎已经出了一个战队，叫做爆太郎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个桃太红，桃太郎的外观就是有戴个墨镜的面罩，再来是嘴巴，对，像这样，再来是这个胸口的话，就跟我之前买那个全开凯撒一样。手上这把枪几乎没有什么任何涂装，就这样。不过的话，它的可动性关节很好，真的是接地功能都有，膝盖弯曲、后盖弯曲，还有旋转，还有这个结实屁股。再来是它的手部关节的话，几乎都可以这样动。这个款式就是跟之前跟我买那个全开凯撒一样，同一个模出的。人形人偶介绍完之后，这个跟各位讲，这个摩托车不会附身这个人，这个人要自己另外买。嘿嘿，对。好啦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摩托车。对，爆胎的摩托车就是很长一匹啊。对，如果你可以推动的话，这个后面的引擎会喷来喷去，喷来喷去，喷来喷去。再来是说，各位发现到这个车腿就是小赛的头啊，这是小赛的头，他发明的。这跟我等一下，各位，跟我的 Riago 灵感的那个齿痕机关枪的头也是一样，对，对应的，这是小赛发明的。摩托车的话，一些外观和一些细节刻画，对，这边还有印他们的标志，桃太郎46号英雄齿轮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样子。好，哎，这个解开了。接着我们拿出我们的竹篮大叔 Yoroshiku， 接着我们来进行全开合体吧。第一是先把这个挡风玻璃给它拔下来，再来是车头拔下来，这个部件给它拔下来，这边也是，反正都拆解了。接着前头这里把它拆下来，对，接着呢再把这个位置盖上去，横转过来正面，这里转过来打直，没有打弯了。再来是手臂给它装上去，再来是它这个部件。OK， 好，这也是武器，等一下最后装，要用人立正的姿势。再来，全开合体吧，朱兰哥，朱兰哥，朱兰叔，把这里拆下来。太晚了。
大概是把这个装上去。万乘，万乘，东泉开王。对，为什么要叫东泉开王？他们名字本就是这样。整体的外观及一些表现，和一些，对，然后说错这种讯息。整个外观来说的话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再来是说这个标志也是小赛的，对。这个的话，齿轮的话，你可以装在它这个脚上面。这个是还原在剧情当中，它就是可以把这个踢别人的时候做个那个吊，就是可以发射机关枪模式。对，这个是蛮厉害的。不仅它可以拿来做连段，可以装在机器人上面，这个设计真的非常很好。再来是说武器虽然是有多一点，可是我会选择不会让它有掉漆的现象，所以把它装在朱然的手臂上面。这边盾牌的话一个也不能少，能装什么就装什么。但剧情说他们是说，剧情说他们是没有要把这些武器装在上面，可是我个人说不想遗漏。OK。接着呢，它可以跟全开布轮做联动。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好。哎，这里的手臂比较容易松脱了。对 ，Super， 接着换出全开布轮。稿子拿开，打开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等一下，各位。哦，已经修好，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合体。好吧。好吧，之后等下再修。OK， 这个就是全超级布轮，对，没错。那有些配件的话，就是不能装上去，就只是摆成这样而已。可是，在动画中，他没有跟布轮合体过，哎。不过，就是这样子也比较帅一点啦，蓝色配红色。好啦，先暂时这样。接着让大家看一下它变回来的模式。首先，先把它的头拔掉，再把这个，对。把这个推上来，抛上去，先放旁边，再来是把这个拆下来，接着手先把它拆下来之后，接着手拔掉，哎，手拔掉之后呢，再把它这里装成这样，放上去，哎，再来是脚打直转过来这里，好，接着再把这个下面装下去。这个作为支撑，接着再把它的头车头这边嘛，这边有个洞，对这个凸起来啊，安装，都滑下来了。再是这个把它这装上面之后，这个尾部装在摩托车的尾部之后，摩托车就完成啦。哎，展示一下。好，以上这些就是爆弹战队新英雄摩托车的合体。如果喜欢这部片的话，请在右下角订阅及按个赞，并且留言分享。不过别忘了要订阅我。好，我是博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